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老大。我们上次在讲普渡三公的时候，提及了这个地狱的所有的架构。嗯，那我们这一次为了让大家更具体化的了解整个地狱的架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一间。相信有在看拍庙节目跟影片的人哦，这间庙绝对不陌生，对不对？对。什么大大小小的事都围着它展开，领地令、打王死城，各种的法事，可以说是整个台南哦，最忙碌的一间庙宇。你绝对看过它，门庭若市的时候，但是你绝对没有看过它像今天一样这么闲，就被我遇到了。你平常要来这边拍，你要遇到他这么安静是不可能的事情，随时都有人在办法事。好，走。我们刚好来下午时段吧，好像都是上午人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今天挑了一个正确的时间来拍。好，安静的听我讲故事。虽然大家对于故事不是那么样的喜欢啊，但是我们刚刚在外面看到的时候，这间庙，你以为它小小，对不对？其实它以前这边有一个钟楼，还有东厢跟西厢。但是呢，为了要给大家方便，修建了这一条路以后，这些通通拆除。原本前面这一块地，是东御殿的拜殿，就是让人家参拜的地方。然后你第一进之后呢，你才会看到我们的岳帝，东岳大帝。东岳大帝是谁？东岳大帝就是东岳仁圣大帝。阴性大帝，对于我们华人的信仰体系里面，他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老大哥。你千万不要把他跟丰都大帝，把他跟什么妈祖相提并论，他在他们之上之多了。他可以说是大自然体系中的自然界的神。东岳大帝要叫山神。那这间庙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小？刚刚也讲过，它是经过了三次的修建之后，最后才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但是庙现在目前在修建之后啊，它还是维持一个三进制，就是你一共要进去三次，它你才会到它最里面。哦，很长，对不对？对，很长。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平常啊，我们来到这个庙，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法师在这边，好办事，对不对？办事。但是今天我们挑了一个好时间，所以没有人在办事。那你有来这里办过事？好问题，以前还是这个小法师的时候，来过几次。但是后来呢，就没有再来过了。是的。看到这些就是知道，全部都是老朋友了。这些应该都不用我介绍，大家很熟。都快比我熟了。前面这个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是功德师。我们这个功德师啊，他跟速报师一样，速报师在他的对面。你在阳世间的时候，论功行赏，他就是专门记录你有什么功德的。速报师就是你做过什么坏事，然后速报师就是要记录。那再来旁边两位牛头马面，突然认不出来。因为我们道教体系里面有把这些神奇人格化的一个传统，所以其实牛头马面以前他确实来跟我来这边，有看到了，确实，他以前就是牛跟马，所以我们为了让大家不要这么害怕他，所以把他做了人的造像，变成说是他的一个标记，再来就是我的老板之一，白无常，其实白无常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讲一个疑虑，就是我们所知的白无常。他有所谓的七爷、大爷、卢爷、谢将军，他们统称的其实都是同一个神奇，只是说因为朝代的不同，他可能有每一届的神明的名字都不一样，所以他才会有不同的称谓，但是他们都是同样的神明，都是白无常这个职位，只是说这一代我们可能是谢将军，另外一代可能是卢清涵的，但是当然这个解释很多的人不能认同，他们认为他们是两组神明，但是众说纷纭啊，大家觉得自己能够相信的，那你就接受，对不对？那我们再来看到这边，彭祖。彭祖爷。你知道彭祖是谁吗？考一下。不知道。彭祖百济有没有听过？
没有，没有。好，我们华夏文明中啊，有一个彭祖百济的养生之道，就是这位老神仙发明的。相传他活了400多岁，也就是因为他活了400多岁，才发明了这个彭祖百济的养生之道。但是你知道彭祖百济里面养生之道之首是什么吗？是。好，很简单，养生之道就是睡觉。彭祖生前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睡觉。是这样子。你可以回去稍微看一下彭祖百济，你就知道睡觉才是最好的养生之道。但是现在的人通常都喜欢熬夜，睡眠不足，作息不正常，这个就完全跟彭祖百济大相径庭。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边，对面的老大哥啊，八爷。嗯，只有在台南你才会看到这样子八爷的照相。嗯，就是他们有专门的办公桌。哦，真的耶。好，这个就表示他的神格也是一等一的。嗯，他不在任何神明之下，他不受任何神明管辖，他是特种部门。所以他可以在东岳大帝面前出现，他也会在城隍爷面前出现，他也会在各个省辖的城隍爷出现，他是专门为这些神明执行事情。嗯，那我们这边看到这一位甘罗天子，好，这个不用考你，这个你一定不知道。嗯，好，我相信各位观众可能对他的了解也非常少，但是有所谓甘罗十二拜相，什么意思？甘罗，嗯，他是甘茂的儿子。嗯，这个甘茂啊，以前是当朝宰相。嗯，有一天，皇帝给他考了一个试，皇帝说：“哎呀，我得了一个怪病啊，一定要吃这个公鸡生的蛋，他才会好。”嗯，这个甘茂就急啦，甘茂就愁眉苦脸的回去找了他儿子甘罗，就问他爹爹说：“啊，爹爹为什么愁眉苦脸的、啊？”爹爹就说：“皇上给了我一个难题啊。”他说他得了怪病，一定要吃这个公鸡生的蛋才会好啊。嗯，甘罗就说3天之后你带我去见皇上。嗯，没问题，甘茂、哦、他就半信半疑。嗯，3天之后他就带你去找这个皇上，皇上那一天就看到甘罗的爸爸甘茂他没有出现，皇上就很生气，你老爹甘茂去了哪里？甘罗就说我爹在家里生孩子。皇上就更生气了，哎呀，堂堂一个大男生怎么会生小孩呢？嗯，甘罗就说啦，那既然你都知道男生不会生孩子，那公鸡又为什么会生蛋呢、啊？顿时间皇上被他怼得哑口无言。嗯，那还有很多的正史去介绍这个甘罗太子，他就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小孩。那大家问题就又来了，为什么这个彭祖长寿的象征跟甘罗这个十二岁的天才为什么都会出现在东岳大帝面前？他有一个寓意，他就是为了要告诉大家说，不管你是12岁的天才，还是活400岁的神仙，你最终都必须到东岳大帝麾下报到。嗯，好，我们就、所以我们说的求摇签就是这一位。求摇签，不是，求摇签是这一位。对啊，这一位、啊。旁边是这一位。哦，是这一位。天意真人。求药签是他，然后另外一边的就是东岳大帝的这个分身，前面的这个才是驾尊。哦，哎，虎爷宫，这个虎爷宫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啊，看来是已经被摸到不要不要的，有点掉漆。对，被警告了，立一个牌子告诉大家，拜托不要乱摸了，谢谢。好，我们现在是二进、嗯、二进来到后殿的时候呢，总共3进，对，这边就是地狱的领域啦。嗯，啊，地狱之中其中一个主事人就是正殿的地藏王菩萨，左右两旁随侍的是十殿阎君。嗯，这些都是我的老朋友啦，不用特别介绍。所以我们常常在讲的那个黑令旗就是这一位神明颁发的，对不对？地藏王菩萨这么慈悲，怎么会让你去报仇呢？不然呢？是谁？除非你有莫大的冤屈，就是冤的、啊，是冤的，是这样。一定是由丰都大帝或者是城隍爷，层层关卡通过之下，才会有发黑令旗的这个事情。哦，跟地藏王菩萨没有关系。所以网络上写的是，网络上不一定是真理啊，你要搞清楚啊。嗯。
来，我们来到这个地狱的时候啊，我们先看看这个地狱的环境跟平常我们看到的地狱有什么不一样。没有那么阴暗的感觉、啊。那个是你感觉，但是身上有奇怪有猫腻的人啊，来到这边他们就会觉得哦，这个、欸、真的很多人说他们不敢进来。对，他们会觉得来到这个地狱哦，这磁场哦，整个就不对了，对不对？好、哦，对。相信各位要是有感觉这个磁场影响到你本人的时候，哦、你觉得很奇怪的时候，那你就是一个奇怪的人。哦、不是，一定是这两位在作祟。哦、来。催魂将军、嗯、还有那一边射破将军、嗯、有没有看到这两位神奇？有，他们两位啊、哦嗯、通通都是这个鬼的样貌哦，长脚哎，对，然后射破将军是一个脚，催魂将军是两个脚、哦、旁边的还是七爷八爷、嗯哦、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有疑问啦、啊，为什么这么多七爷八爷在东御殿，对不对？对，我有刚刚有跟大家讲过，他不隶属任何部门，他为地狱的每一个神明服务，嗯，所以他出现在哪个地方都对。催魂射破两将军是别地方绝对看不到的两位神明，他大部分都只会出现在符令令旗上面出现、哦啊、因为这两位也是专门办事的、嗯、有不乖的，有这个没有到地府报到的这些冤魂，我才刚讲完，好，马上开始办事了，没有关系，我们继续。催魂射魄很简单，跟它的名字一样，它的功能就是专门在捉拿，还有协助这个七爷八爷，把这些冤魂通通赶回来地狱受审。我们可以看它的造像，它拿了一只戒板，就是附在人家身上的邪灵。哦 ，get away。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射破将军，他手上拿了这个鞭，还有这个锤子，嗯，这两个的功能呢也一样。所以啊，我们平常在收金压煞的时候，我们也会请到这两位神明来帮忙。嗯，好，除了收魂跟催魂，还有就是帮大家把魂魄招回来的时候，也要请两位将军帮忙。我们先过去看一下他们在干嘛。好像不是这边里面的耶。